没有咖啡机怎么制作好喝的咖啡呢？今天用鲜萃意式浓缩咖啡来制作。具有金杯认证的鲜萃浓缩咖啡，纯自然还原咖啡本身的味道，无额外添加无糖，严格的杀菌工艺，粉末的质地让咖啡的风味保存更加稳定。只需要3到5秒还原一杯香醇浓厚的 espresso 浓缩咖啡，四个超大份双倍浓缩，搭配冰牛奶变成拿铁咖啡，搭配冰块和水变成冰美式。平时比较喜欢拉花的话，鲜萃意式浓缩也能满足你。首先品尝美式咖啡，入口醇厚度够，质感强，明亮干净，没有喝到有瑕疵、烟熏、焦苦的味道。然后品尝拿铁咖啡，喝起来跟平时现磨咖啡很相似，带有坚果、巧克力的味道。最后品尝卡布奇诺，因为牛奶经过加热打发，甜感大大的释放出来，所以不需要放糖，喝起来都比较细腻。这几款咖啡单从口感来说，不比一杯现磨咖啡差，出差、旅行、办公也非常适合。快来制作你喜欢的一款咖啡吧。